这边是碗筷什么的啊，厨具，就塑料勺，塑料勺不行，塑料的还是不要用，最好用那种陶瓷的，或者用那种不锈钢的，这种塑料的一烫呀、都有毒。看，这个是香炉，就是烧香拜佛用的这些东西。这块所说的封建迷信那一套，还是大行其道的。美元，10万美元啊！这家这边也有这个 Hell Bank Note， 地狱银行票，对吧？啊，真有才，这些人，还有这些蜡，红蜡烛，还有红灯泡，就是中国这些因素，这块还是挺全的，是吧？这边都是啥？这边粉条什么的。啊，这是红糖。红糖，徐州产的，中国产的。就是说，中国产的糖这么老远运过来也不容易。看，冰糖，泰山冰糖，这块也有冰糖。下次买点冰糖当这摆的。适当的歇一歇行，再不歇的话，这身体真不行了。这段时间每天差不多都是凌晨1点睡觉，甚至将近2点睡觉，然后晚上还咳嗽，睡不好，第二天还要上班，就是而且不停的上班，真的容易过劳死，是吧？所以这边都是什么玩意儿？这是果酱之类的，应该是吧？应该都是果酱。今天超市好像人不太多。再见。